你们知道我的狗子为什么这么喜欢逛街吗？哇，不可以，因为它实在对外面的东西太好奇了。完了，又走不动道了。我看看，看上人家手上的玩具车了。哦，看起来更好玩了。他喜欢的东西真是难度越来越高了。看他这么猴，我先喝个雪碧压压惊。这雪碧一块多一瓶，最近抖音商城搞了秒杀频道，只要新人下单都能立减5元，直接点击评论区链接或者左滑进入抖音商城点击秒杀频道就行。家里吃的用的这些都只要几块钱，简直不要太划算。感觉他快累死了，围着这个桌子跳了好几圈了。他真的每天都想买买买。我不管，赶紧给我买下买下。还是把它带走吧，不然一会儿累死了。嗯，换个地方就开始掏掏掏，什么边边角角的东西都能被它发现。你又捡了什么吃了？还没反应过来就开始跟旁边的阿姨交流上了。上砍到的那个东西不能砍到了，都来死不死。忙完这个忙的呀，这个街逛的比我还忙。不拍了，不想拍了，你先走四脚，我等你。